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警方弄破门抓人。这是苗栗的警方接到新加坡的通知，讲有诈骗集团的机房设立在苗栗、彰化、甲南投。这警方掌握地点来埋伏，分三路弄破门。嫌犯看到警察弄入来，甲警察拼，甲这个警察泼地口水，搁举刀啊、椅啊要甲警察上，也唔过因战败了。十七个成员总共看起来。这个诈骗集团锁定在新加坡的台湾人，甲因哈讲，因传播着疫情的假消息，卡着刑法，用这种的方式讲骗钱，骗到1000多万。骗人小组来到透天厝，提出破坏器具要抓人。警方分真侪条路线来到偷分的民家厝，到二楼犯有防爆门嘛，提出破坏器具要抓嫌犯。不过，被第二楼的嫌犯唔肯就范，自浪棚当中喷大量的地壳水，被组织警方抓进。新加坡商业事务局的诈骗情资哈，那在执行搜索拘提过程中，犯嫌泼洒这个清洁剂沙拉托，丢掷桌椅哈，企图阻挠警方的查缉哈。苗栗县警方接到新加坡的警署有诈骗集团锁定在新加坡的台湾人，假作这被害人散布疫情的假消息，涉嫌向安慰友讲骗钱，金额有1320万。警方顺续埋伏抓人的过程真困难。除了破地口水、高弹刀啊、椅啊，个安装反控也是无多抵抗警力。包括诈骗集团的干部在内，警方总共抓到17位成员，现场查扣30支作案的手机啊，查款56万，够一台起到700万的海狮玛莎拉蒂。那犯嫌17名均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。17位嫌犯同意刑法加重早起罪以上地检侦办，警方讲会继续查强犯对金流，要防止诈骗集团阁找到机会。